怎么样的？那个怎么样？新专辑的周星哲 Eric 爱在圣诞，接下来呢，这个今天是我个人的这个12月1日，是我个人的 bad day， 所以来听到这首 Daniel Porter bad day。哥，再次我看你到底是。再次，脏脏哎。